空调手动开关在哪儿？空调手动开关一般在室内机里，打开室内机的前面板靠右边有个应急开关按钮，按一下就能启动空调机。要是遥控器按键没有反应，无法正常开机，可以尝试启动空调手动开关。也有部分品牌或机型具备同锁功能，如果正在锁定模式则无法进行任何操作，可参照说明书解除。家用空调的种类分为很多种，其中常见的包括挂壁式空调、立柜式空调、窗式空调和吊顶式空调。在选购空调时，尽量选择企业实力强、品牌知名度高、售后服务完善的产品。空调是一种消费量大的家用电器，一定要根据房间的设计情况灵活购买。